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测试的关卡是《远古神龙案 Extra》的部分，就是暗基隆。我使用的是微火队，就是不是火，不是纯火队啦。好，配上妲己，主要是撑一下回复力这样。当然用双北欧 Tier 也是可以的，但是差别在于说，回复力的问题吧。因为我想说回复力要够，所以才选择搭配妲己的方式来打。攻击当然就少了两只输出了，这个就要评估进去了。当然没有攻击的时候用一下暗珠补一下也是 OK 啦。至于除 CD 的话，应该除到 CD5 就够了，我是这么觉得。十关来讲应该要除满应该不是问题，尤其我蛇女已经 CD19 了还 OK。 像现在的话我可能就只用暗珠攻击了。由于有妲己的加持，回血还不错，所以打起来会比较稳定啊。你看到我只剩下三只火的输出，所以攻击力会差蛮多的。但是爆发的话，这个队伍来讲应该还蛮够力的。尤其我加入了奥丁，血量会蛮多的，可以看到有加妲己，血量可以到15000，还蛮不错的。木的也可以拿来攻击。像现在我就火珠就没有特地拿来打，主要是火珠拿来下一关拿来攻击会比较好。攻击才2510，还好，不会很痛。像我现在这样的话，绿珠绿到蛮多火珠了，到下一关就比较不用担心说珠子不够的问题。威力是还蛮够的啦，只是说你会发现差了一只，差了三只输出，差了三只输出，有时候怪没办法秒掉。还有五回合，你看顺顺的打就可以了。这个的话全少无所谓。有这个游戏设计来讲，就是打越痛的，他的血就越少。所以通常是像这种打比较不痛的，就会活下来，因为他血量比较多啊。这边的话，所以可是他攻击力5000多，我们可以先试一下。看这样爆发打起来什么感觉？没有很够力就补一下了，无所谓。我是希望能够留一只啊，不过这样爆发下去应该是两只都被 K 掉。出意料，没有两只都 K 掉了。
可能 combo 太少了，而且我支数没有那么多。好像我血量够的话，这边来讲我几乎挨三下都还算 OK 啊。然后回复力高，我一次就可以几乎都把血都回满血，没有问题。哦，可以看到我还是三到五 combo 的水准在而已。哦，不是什么神转珠啦，不过够 combo 不在多啊。哦，在于巧啊，知道吧？你 combo 多没有攻击没有用啊。按住来打攻击力还算 OK， 因为我打击可以帮忙把攻击力拉上去。那 combo 要做出来倒是真的，我每多一个 combo 倍数就差很多了，多一个 combo 就多一倍啊。你这时候血量要稍微注意一下。像这时候危险了，这样打是可以，可是你要把右边那只秒掉，这样打也可以，可是被右边那只打也很痛，哦，我选择这样打好了。哦，康普要出来的话都没有问题啊，因为他血量不多啊。这边的话还 OK， 啊，刚没有指定，应该先打这一只才对。哦，留中间那一只，等一下这边可以，这一关我会拿来做绿珠。因为我希望到下一关的时候是台面上有比较多的暗珠的状态。然后血量最好是满血进场，所以这个关卡我通常会用在这种关卡来做储珠的动作啊。哦，可以转一下，因为我想要储珠的话，应该会超过五回合。哎呀，手残。哦，好，接下来留下来。除出的方式之前有稍微分享过，大家可以参考看看。哎呀，把他打死了！这只一只血量七万啊，然后攻击力哇，这样就没办法除了。是可以的，一次扫过去，4030、4320，血量够。
对啊，会有这样的问题。不过压到可以接受的血量就好了，不一定要百分之百压血压到爆表这样。好，星珠就不消了。因为本来要一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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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压啦，我的打法啦，好像这个的话，我就直接跟他处理了。数一下，一二三四五，二四二四五，二三四，六七八九十，少一 combo， 无所谓，我们直接跟他玩了。反正我预估他血量撑不住啊。这个小心不要点错，因为我用绝地逢生。二三四五，我看一下这个海珠的部分。可能只能做到七 combo。其他要看天降，因为我绝地逢生应该是，我看台面上，七三，七少一 combo， 应该没问题，差不多啊，就算没死残血，我也是可以 K 掉。哦，压血的话，我会在前一关压。哦，绝地逢生加上强化那个强化腐蚀，应该攻击力还蛮够的啦。哇，像这种就不是很漂亮，不过还是可以 K 掉。八康博，你看我还留五颗强化腐蚀在上面。啊，没掉卡片 ，shit。好吧。既然没掉卡片，我们就再默默的等一下再来打一场这样齁。啊，以上这个就是远古神龙明黄龙 extra 关卡的示范。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